腾讯的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胡哥。其实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很难啊，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，我这一次就让自己处在一个并不是那么舒适的境地里。哇，这么难啊，搞慕斯啊，搞慕斯啊。我叫周德龙，是啊，去美黑店，武汉唯一的一家美黑店，很香吧？很香吧。我经常改名字，无意中看到的。不神啊，我现在那个头像挺花的嘛，那个头上的颜色，就是因为我总是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。那个不是天马行空，那个是应广大网友和粉丝的这个需求。来戛纳还不酷吗？哎呀，那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，阿玛尼的礼服对吧，配上伯爵的耳环改造的胸针，我是一个很合格的代言人哈。宠幸的单品完了，我今天没带什么，跟口述一下。手表呀，男生嘛，我觉得都需要一块适合自己的手表吧。那就是当这个电影放完之后，全场观众起立集体鼓掌的时候，那一刻我觉得无比幸福。